好，然后接下来，因为刚开始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中国的做法，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人其实是很骄傲的啊，尤其是当我们的政府说，多少家医院同时几大天团同时，保护武汉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前几天我们湘海医院派出的4支医疗队全程都安全的回到国内也好，回到我们湘海，我们湖南长沙，因为他们都要隔离14天，我觉得其实，作为华人。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感到非常非常自豪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做的很多决策，基本上很多国外都是做不到。我自己，因为我们女儿是在澳大利亚学习嘛，他们的这种隔离其实也就是靠自觉性。那么实际上，所以我们今天后面讲到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的公众怎么样进行防护，因为都是宅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在宅在家里也好，去上课也好，或者是说你去超市也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要注意的，我们要了解这个病原体，主要是通过接触，还有就是我们通过飞沫传播。所谓的飞沫和空气传播的区别，就是近距离1米到1.5米。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去上网看，印度是做的比较特例的啊。它基本上在一个排队的区域里面，它隔1.5米会画一个圈，每个人在这个圈子里面看完之后就往前面走。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教育我们公众，如果你到外面去，跟人的安全距离是1米到1.5米。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但实际上在这一次新冠过程中间，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桌餐制。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实际上我们最开始的，我们的武汉的疫情的爆发，集中的就是比如我们的武汉的万人宴，包括我们在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一些从外地的开个汽车经过武汉，在那个高速公路口吃了一碗饭，回到当地就发病的。那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接触隔离最重要的途径是什么？可以通过消化道进行传播。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大家最好注意的就是分餐制，包括我刚开始说到的，有些人自己在家里面隔离，但是父母一家一家的人出现感染，最后说也注意了洗手，也注意了这种戴口罩，但是最后进行了传播，因为我们在核酸的检测过程中间，发现我们的人的唾液中间、我们的肛拭子中间都分离出这种病原体。所以分餐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尤其是以后大家如果返工，因为中国人有个特色，比较好客，经常是说三五成群或者十几个人一起来吃个饭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注意进行分餐。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生病的时候，要减少去人员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注意开窗通风，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家庭你们都可以有紫外线的消毒机、二氧化氢的消毒机。那么其实最好的对病毒空气处置的方式是我开窗通风。所以你在家里面宅很久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戴口罩的习惯。好，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戴口罩。我为了准备大家这一次的讲座啊，我准备了这么多的口罩，大家可以看一眼啊。这么多的口罩得给大家进行解释。那么的第一个讲到的呢，就是一般而言，我们的口罩一个是棉口罩，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医用口罩，第三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图片下面呢有一个 N95 的口罩。它有一些什么区别？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啊。棉口罩呢，能不能够戴？那么其实，在医用的条件下面，我们是不能够戴的。但是你在家庭生活中间，在很空旷的环境中间，其实棉口罩是可以戴的。这个是注意啊，你如果去到医院就诊，或者是说遇到这种病人有咳嗽，你怀疑他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棉口罩是不好戴的。那么要戴的是什么呢？戴的就是这种医用的口罩。医用的口罩，或者是说没有"医用"两个字，外科口罩，或者是说普通的这种口罩。那么普通的这种口罩呢，是我这个幻灯片上的这种粉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么下面这个呢，是我们的这种医用的口罩。那么上面这个医用口罩跟这个医用外科口罩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医用口罩它不能够防血迹，防这种溅喷。对医生的话呢，戴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
你作为病人你去看病，你就买一个普通的医用口罩就可以了。那么我给你大家看到的这种医用外科口罩啊，有两种型，一个是挂耳式的，这种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是挂在耳朵上的，我拿一包出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挂耳式的，那么挂耳式的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般而言我们在医院里面是要求用系带式的，但是在家里面呢要用的是挂耳式的话呢，你要注意第一个要分清楚正面和反面，一般而言颜色深的是正面，就是外面，颜色浅的呢是里面对着我们的口罩的地方，所以你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还有一个有一个鼻夹的地方。那么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戴的时候这样戴或者这样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戴反了，你就没有任何作用。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你戴到鼻子上的时候你要这样稍微撕开一点，戴好了之后挂到耳朵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把这里扯好，然后把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呢注意把它压紧，压紧了之后呢还要把这个地方注意戴好了之后，你一般而言这个地方是不漏风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走到外面去看到有一些人戴口罩啊，经常是呀出气不赢，然后把这里露出来了，然后有一些人呢戴口罩的时候呢把下面全部都露到外面，或者是这里松松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脸型是不同的，实际上我们在买口罩的时候应该有小码、中码和大码，比如你们家孩子应该买什么儿童型的。我经常看到网上有些人说我们家孩子戴上口罩了到处都漏风，其实是不合适的。所以戴好口罩之后呢，第二个注意，凡是你戴了口罩里面的这个地方是干净的，所以你脱口罩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个要洗手，第二个是什么呢，脱口罩的时候如果把它继续放到你的衣服口袋里面，一般我们是不主张的，因为是一次性使用的，但是有时候条件不够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对着外面的是污染区，所以你脱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一接下来之后直接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如果你想要重复进行使用，或者是说你觉得没干没脏或者很贵你要再使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个什么，在把它折上之后你外面要搞个塑料袋放到口袋里面，因为外面都是什么污染的区域。所以你们大家注意啊，戴口罩和脱口罩前后都要洗手，要记住外面的地方是污染的地方，不能够把这个里面和外面给它搞混。这个是口罩的这种这个医用的挂耳式的。第二一个给大家演示的是什么呢，医用的系带式的。医用的系带式的话呢，口罩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希望大家注意的地方呢，就是系带式的口罩它一样的有这个金属的区域，也有这个鼻夹的这个部分。所以你拿的时候呢，如果是你买的单包装其实是最好的，我们这个因为是医疗机构使用的，所以一般我们都是一个大包装里面十个到二十个，那么你在取的时候呢一般就要注意不要一包全部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拿出来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们家有那种保鲜袋，因为这个你并不一定要完全的无菌，你可以把它分装，然后给孩子们带出门的时候可以就是从保鲜袋里面拿出来比较方便使用。好，那么我这个因为拆包的时候这个没有拆好，应该是从那边。好，这个是系带式的口罩啊，系带式的口罩也是一样的，你要看正面和反面，然后看鼻夹的地方，然后戴的时候呢也是先要稍微扯开一点戴好。戴的时候注意啊，这个系带一个是上系上面，然后把这个地方扯好了之后要把下面这里要系好。我就因为时间的就是因为这个演示，我就只给大家系好了之后看什么呢，也是要看它的密合性，也是要把这个鼻夹的部分要把它弄好，否则的话你到处漏风你戴这个口罩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我已经尽力把我能够科普的东西给大家一个宣讲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下面可以进行提问啊。好，第四下面的两个口罩呢就是 M95，
那我可以给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是这种 M95 的呢，就是比如8210，还有的呢就是我们的医用的防护口罩中间的 N95的这种医用的防护口罩。那么大家注意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其实你不需要买医用的防护口罩，买这种 N95 的普通的口罩就可以了，因为它价格是摆在那里的，其实还是很贵的啊。那么这个戴的时候呢，因为而言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公众场合一定要戴，但是如果你去坐飞机，很密闭的高铁的运行时间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的时候，还是建议你能够选用这种 N95 的口罩。那么它的这种95呢，是指它的颗粒的大小，所以实际上如果你买比如买到韩国的 KF94 的口罩，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滤过率可以达到多少，其实跟 N95 的口罩的这个滤过率是差不多的。如果你要去医院，但是你只有这种口罩的话呢，你就不妨，因为它只是防颗粒嘛，但是它不防血迹等等这些，你就可以在外面再戴一个什么外科的口罩。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医用防护口罩我相信在美国很可能现在都已经被抢购一空，这个是医疗资源的问题。所以你如果只买到了这种 N95 的这种普通型口罩，去医院医疗机构的时候，你在外面戴一个什么搭戴一个外科口罩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的武汉也好，我们的湖南的其他地区也好，有些地方是买不到这种绿色的，外面有一层防溅的防细菌的这种绿色的膜的这种 3M 医用防护口罩的时候，我们就采取的这种方法。所以这个是戴口罩的问题。那么戴口罩的话呢，也有不同。比如你现在宅在家里面，到户外没有人员的地方，其实是可以不戴口罩的。因为你想一想，你戴口罩的话，其实外面没有一个病人，或者是说你没有面对一个群体的话，其实你没有必要戴口罩。但是你如果是处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办公、餐厅、购物、会议室，这个时候呢，可以随身带一个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口罩。那么如果你在跟人近距离的接触，然后这个人有很明显的咳嗽咳痰和打喷嚏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这个备用的这个口罩马上戴上。然后你如果是本身自己有咳嗽有打喷嚏这个感冒症状的时候，你应该自己带着一次性医用口罩和外科口罩去进行看病。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说自己也保护自己，然后防止家人传播或者是传给其他人，这个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那么你们家里面其实这个是很难接受，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现象，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出院康复的病人，就是如果感染了新冠然后他又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口罩防护建议方面，一般而言你们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肯定是要戴一个医用口罩的，那么如果你是只是在家里面在外面都是不需要戴口罩，或者你实在不放心，比如这个时间点在我们国内其实是花粉过敏的季节，那么戴一个棉布口罩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关于戴口罩。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几点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口罩啊这些防护用品，我刚开始讲到了，有些人其实有些人戴护目镜，有些人戴一个面瓶，有些人把那些矿泉水的瓶子把它剪下来做出几个洞，然后露出几个眼放在外面，各种方式都有。其实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公众隔开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就是外面的都是污染区，里面的是干净的，所以你戴脱都要注意洗手。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次性口罩也好外科口罩也好只能够使用一次，但是现在医疗资源这么紧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比如戴完口罩之后用电吹风吹30分钟。那其实我们有一些最开始缺的时候，我经常我们有一些老师在讨论到底这个一次性口罩戴多久。实际上如果你只是自己使用稍微有一点润湿而没有潮湿或者污染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第二次，但是你要按照我刚开始说到的，你戴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收起来的时候一定外面有一个套子戴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有一些老师用，有一些人用酒精，因为酒精对这个病毒是有效的，用酒精把这个口罩给它处理一下。其实我们做了研究，75%的酒精对口罩，只要3分钟以上，里面有一层滤膜，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啊。所有的口罩，如果有一些因为有裂子口罩，你要去把它打，买的时候要去看一下啊，里面其实是3层，里面有一层专门的有一个过滤的层。我不知道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得到吧？然后呢，这个是外层，这个中间还有一层，这一层中间这一层，它是非常重要的，是用来防护的。那么这里面这一层，所以我们一般是3层嘛。所以你们如果买到的只有2层的口罩是没有过滤作用的。然后呢，外面这一层是防血防渗，里面这一层是什么？为了你的呼吸的自如和舒适度的，这个就是口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口罩，我特意拿过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啊，有些人到外面去的时候戴着口罩，他说我有口罩，然后你会发现他戴着口罩是有呼吸阀的。那么这种呼吸阀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我们是不推荐感染的人群用。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把自己保护出来了，但是你的呼吸的气体是什么，让别人吸收到了，所以它只是保护了你本人，不保护周围的人。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大家注意啊，如果你有咳嗽咳痰，或者是说有新冠病毒的感染，你不要戴这种带呼吸阀的这种口罩，因为这个是可能会导致把病原体进行传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一些这种口罩的类型，大家选择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国际的标准和国内的有一个标准。我们也发了一篇关于口罩的一个国家标准和全球的一个标准的一篇文章，回头我可以给这个直播间，到时候可以让大家都学习一下。因为其实口罩是在我们整个抗疫过程中也好，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包括我们的欧洲，它非常大的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贴面礼啊等等，近距离的接触聚会，我们凡是发生聚会或者这些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新冠疫情的一个小的爆发，或者局部的有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其实口罩的选择，选正确的口罩，戴好口罩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几个误区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戴3个口罩，我一问他为什么戴这么多，他说我要为了防病毒。其实口罩戴一个就可以了，唯一的就是我刚开始说到的，你如果有 N95 的口罩，不是医用型，你外面再戴一个医用口罩，你可以戴2层。其他情况下我们不建议重复佩戴口罩，因为你戴口罩的时候你会导致什么，导致其他的密封性可能会有问题。第二一个是什么呢，你这2个口罩千万不要戴反，如果是 N95 的口罩和这个戴的时候是先戴 N95 再戴这个，否则的话你戴的这个 N95 是不能够保证密封性的。所以这个是关于戴口罩的几个注意的事项啊。那么这种戴口罩的话呢，这种 N95 的口罩大家可以看到啊，有2根绳子，你要拖着这个地方举着然后再戴。一般而言它的书上都会有这种戴的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 N95 的口罩，我们国内有着 N95 的口罩，它后面有一个钩，那你戴完了之后呢，要把这个钩子给它勾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导致它的密合性增强。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些人戴着那个钩子就觉得不舒适，那么有些人自己就拿着比如牛奶的那种盒子啊夹子自己把它勾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密合性。这个是关于口罩。第二一个呢就是洗手。其实洗手的话呢，很多人都跟我们开玩笑说谁不会洗手，但是我们真的会发现其实洗手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个经常会被我们忽略的问题。你比如我们洗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些科普知识中间洗手你用的什么产品。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洗手的方法，内外夹攻大力丸，你是不是每个部位都洗到了？因为国外曾经有一个研究，就是把双手涂满荧光，那么荧光呢它只是一个指示的荧光，如果它没有注意很好的洗手的话呢，它可以通过手把这个病毒
传播到家里面每一个人的手上、脸上、船上等等。那么我们另外的有一些研究，包括加拿大上面的有些杂志上面写到，就是我们新冠的重症病人住的环境中间，床面、单位各个方向都分离出了病毒。所以这个时候洗手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你出去回来，然后还有就是包括你在购物之后，你们家里面有新冠的病人的时候，洗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可以把你的环境污染。虽然新冠病毒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是8小时，但实际上随着比如天气的潮湿，比如我们的空气的等等这些情况，那这些数据是变化的。尤其是你们家里面如果有抽水马桶，可能会有气溶胶的产生，这些都会要求你们饭前便后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洗手。那么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你们去超市的时候经常要戴个手套，薄膜手套，那么回来之后，哎呀，我反正戴了手套我就不洗手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戴手套是不能够代替洗手的，这个是第二一个。好，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主要的几个问题，之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小问题跟大家要谈论啊。一个就是怎么样宅在家里，因为我问到直播的老师，他说我们现在都在家里面，那我也看到了很多网上有一些信息，我觉得其实宅在家里面你一定要分你是什么样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因为其实新冠我刚开始说到了，它跟机体的免疫力是非常相关的，所以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做一定的运动，比如对于成年人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原地的跑，这些动作每个动作呢10到15次，2到3组，因为你长期有这种生活习惯。那么老年人的话呢，要做一些功能性的运动。我不知道其实这一次新冠之后呢，我们经常有感觉啊，老年的患者后来不是因为新冠，但是其他的问题都出来了，比如长期在家里面待着不出去走动，然后心血管的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注意啊，老年人在家里面做一些针对筋肩背等等关键部位的一些机体的拉伸，每一次呢做20到30秒，2到3组，还可以做一些小的一些，就比如我在家里面打打太极啊等等。总而言之，自己不能够待在家里面一宅到家里面天天就是睡和看电视追剧，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的话呢，也是建议，因为宅在家里面家长经常会给小孩子一些手机或者电脑，时间不长，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去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个个变成了近视或者是小胖孩。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注意啊，就是每天给他上午下午晚上要一些居家的健身，你比如跳绳，你比如大步走，你比如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运动，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然后呢，建议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这种居家的这种健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居家的时候不建议你锻炼的时候戴口罩，但是有一些人因为你们喜欢练瑜伽的话呢，包括我们其他的有一些健身的运动是在健身房里面进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存在一个急聚人群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去瑜伽馆锻炼或者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建议啊，你一定要问一下那个健身房的教练，问一下你们这个空调系统新风系统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这一次的新冠过程中间，我们后来发现包括医疗建筑方面的问题其实出现出了一些情况，比如我们要把回风口全部都关上，我们的空调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单独的一组空调，我们有没有跟整个大楼同样一个空调系统，一定要问一问。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其实防来防去最后是防同伴之间有一些新冠的携带者或者是慢性的就是感染的人群，所以你去锻炼的时候跟人群之间距离也要1米到1.5米，那么尽量的适当的运动，不要过大的一个大强度的运动是非常注意的，需要考虑的。还有第二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切身关注的，怎么样坐电梯。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为什么提到这个坐电梯呢，因为坐电梯势必于手必须要摁那个按钮，那么摁这个按钮之后呢，势必有存在我要进行洗手的问题。所以
有一些方法我觉得是可以采鉴的，比如自己随身带一些牙签，小的牙签，在每一层楼的摁的那个进去的时候，摁一层楼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牙签棍摁了之后，牙签棍就可以丢掉。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自己准备一个小的纸，然后呢摁这个电梯的时候呢，拿着这个纸摁一下，然后接下来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个纸张丢掉。那么其实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切断我的传播途径中间的经过手来进行传播。那如果你在小区里面，或者是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单位，那你一定要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单位，你们的小区里面有没有定期对这个电梯这个按钮这些地方进行处置。那么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一般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跟它进行擦拭，那么也可以用酒精，那么不能够什么呢，去喷，到处去喷洒。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从外面回来之后，喜欢把所有的这种衣服啊、裤子啊，全部用酒精喷一道，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我建议其实你家里面进去之后，你可以就把衣服在外面的衣服可以放在这种玄关这个部位，把它悬挂，然后呢鞋子这个脱掉，然后出去的时候呢仍然穿这一套外套出去，但是你不需要什么在衣服上啊喷酒精啊撒含氯消毒剂，这些都是过度的一个消毒的方法。这个是这个坐电梯这个多讲。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里面怎么用消毒剂。因为消毒剂的话呢，我们开始说到了，因为对这个病毒了解之后，是对于 75% 的酒精含氯消毒剂它都是有效的。那么家里面呢，如果家里面有病人或者有病毒的携带人群的话呢，你就把他的食具餐具进行煮沸，然后让他一个人单独一个房间。因为其实我们网上也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自己感染，但是他全程在家里自我隔离过程中间戴好口罩，所有的餐具消毒，然后分餐，最后他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感染的。那么也有报道就是天天还是在家里面居家，但是所有的人在一起吃饭，最后也感染的。所以大家注意啊，最好的方法餐具就是用消，就是用煮沸，不要去用消毒剂。第二一个呢，就是乙醇。乙醇的话呢是 70% 到 75% 的酒精，如果你们家里面的酒精的含量是 60% 到 70% 左右的复合制剂的话，其实实际上证实也是有作用的。不能够用什么呢，就是氯己定，因为手消的产品基本上主要的成分都是氯己定的成分，所以你们家里面买了这种手消的话，你要看一下它的成分是什么。那么我们的酒精的话呢，看一下，就是乙醇的消毒剂是 70% 到 75% 的酒精。一般而言现在买的话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国内出现过，就是把这个酒精啊喷到这个空气中间，最后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乙醇的消毒剂，因为它可以引起爆炸，所以我们原来我们医院里面很多人捐了酒精，捐了酒精之后我们非常头痛，因为酒精它是易燃易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一个医院里面突然出现起火的事情之后非常难，所以专门为这个酒精我们都开了这种协调会怎么处置。所以家里面存这种东西的时候也要小心，放在小孩子不能拿到的地方，放在避免明火的地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出现这种酒精灼伤或者烧伤的情况，因为家里面其实有些人家里面有这种酒精炉，那么也是要注意，就是立即进行就医进行处置的。这个是酒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消毒剂。消毒剂啊，现在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消毒剂呢，一般而言含氯消毒剂我们国内经常说是84消毒剂，其实也有其他种。所以你买的时候呢就是含氯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注意到一点呢，就是含氯消毒剂的话呢不能够高浓度。因为我们曾经或者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人都是把这种含氯消毒剂啊买回来是1:1的原液，就是一份的消毒剂一份的水，然后去配完了之后空气中撒。那么病毒还没撒这个打死呢，自己就出现了喉头的水肿，然后紧急就医，最后一看是消毒剂过敏。所以大家注意啊，如果家里用消毒剂的话，一般而言我只需要1:99，就是一份的消毒剂配99份的水，那么我的消毒剂的浓度就是500毫克升，对这个新冠病毒就有效了。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1:49，
一般而言这两个浓度就是500到1000毫克每升就可以了。用到什么2000、3000、5000毫克升的这种消毒剂，一般是用于什么？你比如这个病人感染了之后，我防环境里面处置，你比如这个病人死掉了之后，我的尸体的处置才要用那么高的浓度，家用就是1:49和1:99的浓度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我们的皮肤黏膜如果被这个误吸，或者是说消毒剂溅到眼睛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到马上进行冲洗。然后还有一个呢，你放这个消毒剂的地方呢，一定是孩子不能够拿到的地方，因为有些小孩子看到这种颜色啊，他以为是饮料，一下吃进去那就非常不划算。那么配的时候呢，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口罩啊、手套啊，你还是可以带一带。但是我们一般而言，我们医院里的这种一般都是有固定的一个配比，然后大家可以进行使用。对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消毒剂，家里面的消毒剂。然后第二一个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也是有人问到，然后我就因为主办方说能够有问题似的是比较好的，我就讲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家里面的人有这种发烧、咳嗽、感冒药的症状怎么办？是不是就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你们一定要知道啊，其实我开始就讲到了，所有的病毒它的感染之后都是一样的表现，有外溢肠型的，你比如感冒了之后它只拉肚子，也有什么呼吸道的卡踏型的，就是剧烈的打喷嚏、咳嗽、流涕等等这些的。所以不同的人感冒之后的表现是不同的，我不可能说我这个感冒或者是说我感染了病毒一定就是新冠病毒。我要感染新冠病毒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有一个传染源，也就是说你出去可能接触了一个病人，或者你们家里面有一个人感染，或者你是没有任何防护，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可能考虑感染新冠。所以我们国内在于新冠的诊疗方案也好，防控方案第六版也好，从一到七的诊疗方案都写得非常清楚，一定要有流行病学史。所以你不可能坐在家里面开了空调，突然一下有一些感冒，你就说啊，我得了新冠，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有一个传染源，要有一个传播途径，那么你作为最后的终端易感人群，你才可能得新冠。那么如果你觉得得了新冠怎么办？其实我不知道美国的政策，我看网上好像写的一定是要有严重的症状之后才给你做核酸，对不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你轻症的这种感冒，我其实不建议你一定要去大的综合医院去看病，因为大的综合医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病人都集中在这里。所以我们在武汉的爆发过程中间，尤其是最早期，基本上我们的爆发的点全部在集中在医院。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社区的病人感染，有一些没有感染的病人来了之后得了。我们有两个院士，其中有一个院士我仔细看了他感染的过程，就是到一家医院里面拔牙，最后感染了新冠。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轻症的这种咳嗽，一个低烧，喝点水，体温下来，然后这种症状消失，我不建议你一定要去大医院。那么如果你有比如我的呼吸困难，比如我在家里面可以量这个血氧氧合指数有点下降，低于93%左右，一般正常人都是99、98、97%，如果低了，然后出现了呼吸困难，然后症状每天都在加重，发烧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什么？尽快的进行就医，包括你的家人。那么就医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呢？如果你们家有这种 N95 的口罩，你一定要戴 N95 的口罩，如果没有 N95 的口罩，一定要戴医用外科口罩。那么这个是保护你的家人，或者是说保护你周围接触的人群的。这个是关于有感冒症状怎么办。好，然后就是我和家人和预期来的人有过接触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大家普遍都关心的问题啊。你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有一个亲戚正好是从武汉，就是说过年期间他就说他要飞到美国去过年。当时我这个朋友就问我，他说要不要他过年，因为我学传染病的，我就说千万不要。
我说即使你这个朋友没有感染新冠，但是他在飞机上如果感染，或者是在隔离的14天里面被感染，这个时候他不是到你那里度假，他是到你那里什么看病的，最后他就没有成型。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家里面的人和一起来的人如果有接触，你要注意，如果你比如从武汉过来的人，或者是说从美国的其他的州，纽约州现在是非常多的这种病毒的感染，那么这种人过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是健康的距离1米5以上，第二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跟他注意到避免这种近距离的，比如握手，比如我们在新冠期间我们的握手都是肘式的，从来不用手的，因为他还有这个接触隔离的问题嘛，所以尽量的注意这一些避免，当然是最好是不要去跟不明的人或者是说疫区来的人进行接触，但是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我们医院里面现在就有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之后他上班，但是他做了核酸检测，连续4周的时间全部都是阴性，你不让他上班是不人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求这个人他自己餐食是单独自己的，然后尽量的不要他做这种基础护理的病人，只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然后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呢，就像我讲到的，就是注意口罩，注意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可以很好的进行避免。然后就房间里面开窗通风，然后如果你们是你自己单独的空调是可以打开的，让他通风通气。然后还讲一个呢，就是什么是密切接触者。因为密切接触者很多人很惊慌啊，就是接触了病人之后就说，哎呀，我就是密切接触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密切接触者是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你比如我们医院里面确诊的几个病人，我们在流行病学调查中间，我们医务人员只要戴好了外科口罩，最后没有一个是阳性的。所以我们的密切接触者一定是说我们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护。现在来讲最有效的两个防护措施就是戴好口罩，洗好手，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戴眼罩和面屏，但眼罩和面屏只能选一种。然后这个是密切接触者的定义。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也很感兴趣的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是什么意思。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呢，就是说他没有临床的表现，但是他最后核酸检测是阳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是没有症状。所以在我们国内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我们是集中进行隔离。那么国外呢，我不知道这个试剂盒的生产情况，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可以就买到这种抗体的检测试剂盒，就是自己在家里面测一个 IgG 和 IgM。 那么如果你没有症状但是你检测出来是阳性，那么你要排除假阳性之后呢，可能你就是属于无症状携带者，建议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安安心心的待14天，居家隔离就比较好。